心态好，人缘就好，因为我们懂得宽容。心态好，做事就顺利，因为我们不斤斤计较。心态好，生活愉快，因为我们懂得了放下。学博人，别让脾气和你的本事一样大，越有本事的人越没有脾气呀。心态好的人，处处圆融，处处圆满。好的心态能激发你善良的潜能，是你最大的财富。生命不是用来寻找答案，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。人有希望才不会失望。所以中华传统有句谚语说，能解决的事你不必去担心，不能解决的事你担心了也没用啊。学佛人，一切随缘，尽力而为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。